有什么安排？没空聊天了，牛仔先生。服从。是吗？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，干掉他。出发，游击兵。包在我身上，请说。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。出发，游击兵。听起来不错。出发，游击兵。谁叫谁到？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什么安排？一点都没错。包在我身上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男人就该敢男人一世。让开，伙计，我是科学家。我没听到什么魔法用语。好吧，飞舞将军，血丝动，蠢兽妖的遗产。闭嘴，去死吧！我尽任何代价。该死，是地震。那不是地震，那是雷兽。好吧，飞舞将军，小胖子，出发游击兵，决战时刻到了，请说。开火吧，有什么安排？不错，说来听听。怎么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包在我身上。有访客，吉米。哦，我接收到某些讯号，频率很稳定，可能是虫卵或者是幼虫。包在我身上。八有吉米，八有吉米，说来听听。决战时刻到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包在我身上，听起来不错。出发，游击兵。你知道吗？那些虫卵一下子全部孵出来，好像他们在等着我们。他们非常有可能是被另一个虫族生物所控制。说来听听。包在我身上，所以你会好好照料他们。那些虫卵蹦出什么，要是被我遇上的话，他们将痛不欲生。包子，基地正遭受攻击，信号接收中。雷诺，前面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队，他们的处境听起来很糟糕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这里，这里，救救我们。包在我身上，决战时刻到了。哦天哪，完蛋了，老兄，完蛋了。到了，决战时刻到了，滚起来想。谢了老兄，我还以为我们没救了。你还没脱离险境。多虫卵，在后虫得到前阻止他。包在我身上，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什么？说来听听。干掉他！请说。出发，游击兵。尝到我的厉害了吗？有什么安排？请说。快点，局长！怎么？
么安排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他死了，吉姆。出不去的话，我们也无法幸免。炸药倒数计时钟，英雄，我们得立刻离开这里。哎，贝蒂会让他们忙到死。干掉他！决战时刻到了，离开这里，快跑！走走走！身上？怎么？出发，游击兵，包在我身上。有什么安排？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听起来不错。出发，游击兵。身上，出发，游击兵，包在我身上。什么？有什么安排？决战时刻到，听起来不错。决战时刻到，出发，游击兵，包在我身上。出发，游击兵，听起来不错。包在我身上。决战时刻到。说的轻点，不怕游击兵，包在我身上。决战时刻到了。没错，再没有比狠狠把虫族教训一顿更爽的了。看那些洞穴坍方，看他们消失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哇塞，我们的确杀了不少。哎，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怕我们了。很怕你。好吧，看看我们离开的这阵子伙伴们搞得怎么样。